太好了，是清流，我们完了。开局园丁速溶，那就说明鱼人精会直接和我爆了。身上有铁器加速，先不着急转走，确认鱼人精不会反绕了，那就下板转点。这里提前下板，防止丢搞风交互。在短板被架点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有肌肉记忆和板弹，那就大胆短板博弈，震慑了大不了下一局。身位不够，那就磁铁来凑。如弹。前面是一块无敌点位，身上有飞轮，那就直接冲。飞轮捏紧了，不要被假动作吓到，看见抬手的瞬间掉飞轮。拳皇出刀快闪打震慑，但是别忘了我们还有磁铁，直接弹射进两板。看见鱼人精抬手了，防止失搞就不要继续下板了。发现博弈不了了，那就交磁铁。如胶，这边已经没办法了，准备吃一刀转进酒店大房。不死心，冲前骗刀。不是你这么稳，再骗。哎，不是，你是佛系啊！玄点大方和屠夫发起挑战，忘看玄点了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那就蹲在外面挑衅监管。看见是聂西，玄真的心终于是死了，大胆翻窗，有韦伯定律可以再绕一圈。你们是不是要问我为什么要交磁铁？因为聂西在大房是白板，所以我也消一个磁铁变成白板，相互尊重，强者之间都是惺惺相惜的。迷惑转点啊，贝贝，吃刀加速再绕一圈，不用下班。紧紧贴膜走，极限翻窗，聂西也没反应过来。他带封窗的，而且身位也不够，那就下掉无敌板去外面的酒桶牵制。看得出来聂西很爱抽刀啊，发现他带的是插眼，压力稍微小一些，不用防闪现，有后摇直接下板。他自己会抽刀的，不用管他，直接走。卡脚了不用怕，人皇大胆翻。聂西还有技能，所以肯定转不走，继续和他绕。身位不够，不过我们还有飞轮，又活了。被牛仔救下来之后，有结伴效应，直接往最近的板子跑。回头躲下下坠，附近没有好溜的板区，所以在这个板子不能轻一下。这个位置可以和聂西多绕几圈，高墙也更加克制他。注意看红光，不要被反绕，板子不用下，一直绕就好了。发现红光消失，那肯定是起跳了，预判直接交飞轮。